最新消息提供给您，主要因为受到小犬台风的影响，为了维护整个航行的安全，10月2号上午11:30过后到10月5号这四天的时间，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，如果需要搭乘的民众特别留意了，这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再来